한국의 찐댕구. 씨씨해. 진영아, 야, 앉아 계세요. 祝福 毕业 同学 都能兼具 智慧 与 能力 达成 人生 梦想 让我们 以 最 真挚的 心 感谢 父母 家人 辛苦 养育 与 包容 我们的 恩德 鞠躬 家长请坐下 当总指挥喊毕业快乐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欢呼，用自己手中的方帽。方帽落下时，请注意安全。楼上的摄影机、照相机都准备好了吗？祝大家鹏程万里，毕业快乐！ 大家，离场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你的个人目的。刚刚丢出去的方帽要记得捡回来。恭喜大家，祝大家毕业快乐！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。 맛있겠다. 뭐야? 얘기하는 꼬마냐? 아니. 请金真荣同学上台。哇！请袁平路，请袁田路喊。夏冰冰，娇小美睡同学，自预备席就坐。 学士服里面全部都是很超臭的毕业典礼，很够两次不行，真的太累了。很谢谢我的妈妈、阿妈来找我看毕业典礼，然后我不会回韩国，我会留在台湾。谢谢我的朋友们和老师们。 鹏程万里，毕业快乐！